是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天使。我是急救中心的医生，我刚刚处理完一个病人，他的伤很重，我们尽到努力。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？我们尽到最大的努力。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？他叫我把电影票拿给你，叫你别等了，他来不到了。对不起，我再也不能陪你。